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中华汽车总经理陈昭文。小汽车观点成立以来，除了提供最详实的汽车资讯给读者外，最令我感动的部分是他们对于车坛文化的保存与传递的用心。希望中华汽车也能一同为此努力。时值网站成立5周年之际，祝福小汽车观点生日快乐，并能再创高峰。